哎呀，我不送你了，你好好考好不好？我好不容易来一趟。要吃的哈。你刚才那个宰鸡肉有斧头，你现在的砍柴又有斧头。你啥？没有斧头有啥？你杀个鱼要不要斧头？啊？不要。我觉得你鬼咬的。一麦口鸡杀人好快哦。哦，是的，他这不是口鸡，他在做蚁，黑蚁，黑爱鸟，啥子啊？我说不来了。爱鸟你。好，哦，黑爱鸟你。哎呀。妹妹太想你了。哎呀，表妹，你表哥普通话不好，你别想嘛，好不好？你别想想表哥这个，表哥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看你姐姐整的鸡，你看，你们俩整的鸡。不吃，哎，你可以不吃吧，不吃他们，他有斧头，我不该不吃哦，他有斧头，黑暗要你哦，是的，我们这急了，我普通话可是刮到松喽，黑暗要你，你看，因为太严了，你看他说不吃，他给我一斧头，好不好？太那个了，表姐。你能不能不要砍菜？我要吃肉。这不叫菜，这叫柴，柴火。菜跟柴一样的。木柴跟劈柴一样的，表姐。你看你鸡，你看我小表妹烤不来，她烤焦了。别喝喂。别个二十岁，你喜欢我吗？好，我也喜欢你，开心每一天，我也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。哎，表妹，手脚完了，腰儿翻一转，腰儿，你看手掉完了，可惜了。我去死点恶魔。恶魔点，恶魔。哈。恶魔，他当啊，你接到啊嘛，他当哎，确实的。飞。哎。表妹。表妹，你考一下，你我小表妹考不来。哎，我看菜。要不你别看了嘛，你老给奶奶，你老给奶奶考嘛，学来回回。啥子嘛？那火大开了，咋吃嘛？小家伙了，你看。要不你真的，你好有那么勤快了，你看菜点完了，表妹。哼。要不，表回来喽。啥子嘛？要不你考啥子？那鸡手叫完了，你看。等我看咋吃。咋吃能吃妈。啊、哦、不。屁话多废话多。啊、哦、不你看你又骂我了。我又没说你表姐。你要开得完吗？你开得完吗？这家伙柴。这是劈柴。是不是？这叫砍柴。砍木头是不是？有问题。加油！但是鸡，你看，小表妹看鸡哦，看鸡，等一下，烧焦了，阿妈咋个吃？你看，表姐能不能别砍柴？你看鸡烧焦了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小表妹烤不来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看，别砍柴了，我求你了，表姐，我不想拉肚子啊。好不好？拉肚子嘛，想厕所嘛。我们就有茅厕，你不注意的会掉下去的那个厕所，能不能找个人修一下厕所？茅厕，我们那个叫茅厕。我考不来，我真的考不来。你看小表妹，咦，撒点盐巴吧，表妹，撒点盐巴，撒点盐巴，这样子撒一点。这些都有的，啊？啥子都有，能烤来吃吗？哼！你去烤嘛，有喂，不烤了，表哥爱表妹儿。啊，表哥爱妹。哎，啥时候给我听啊嘛？爱妹心儿醉。你怎么吵吵？坐地里吵，你吵吵。阿哥爱表妹。咦，好，
俺们心儿碎。咦，你哪儿碎了？你像你这样子的，哎，我的心都会碎。嗯，你这样子弄不起，哎，哦哦，老哥不要，老哥没得养你的。没得再要养的，掉完了，肉全部掉完了，那小白猫靠不来，你能不能别看？那掉完了，掉完了，肉全部掉完了，小白猫叫你大姐来烤。你们觉得这个鸡还能吃吗？我是二姐哈，不要不是大姐。你这个鸡还能吃吗？咋不能吃嘛？你看、啊，你鸡肉全部掉完了，掉下去了，你看，有，你们看。这你看掉完了，看就看，别算了，我还没烤，拿去烤，拿去烤，去，不吃，哎别，你拿回去不吃，拿去烤，可以了。哎呀，你十年不来，你看老远还学，哦不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烤鸡的人，表姐你烤不了吗？干。先都跟我说嘛，我帮你烤好不好？完了吗？不能吃你别吃，不吃他有斧头，给我一斧头，我这 BBQ 了。你火小一点，火再大的话就要死了。哦，烧焦完了。嗯。啊，这表哥还挺讲究的，哎，肯定是。哥，我觉得哈，这他们这个鸡哈，吃的那个。会拉肚子的，真的会拉肚子的，真的。表哥弄给你啊，表哥太扯了，我不好意思弄你。我表小表妹弄给你，小表妹，你们看我表妹。我在这里。啊！谁看你啊？鬼位，你让开！哦，不要粘人，你是不要粘的，你鬼。他不要了，他最不要粘了。他说他在这里，我镜头又没给他，是不是？表哥录不了年了，我表妹录个年，等一下我表妹给你们唱首歌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好不好？我那个二表妹是神经病，她吃饭是第一名，干活是跟鸡龟一样的。哦，我小表妹是大学生，唱大学生大炒饭，你耳朵是笨的吗？那你说是蛋炒饭的吗？我说过这是大炒饭吗？啊，你真的，你说一句话嘛？哟喂，表妹，看着鸡哦，看着鸡哦。表哥去休息，表妹休息。哦，表哥去录，表妹休息。表哥唱歌吗？表哥唱歌跟杀猪一样的，不行的。还是我表妹来一首。哎，表妹，来一首。来一首吗？来一首。阿拉女。哎呀，不是这种会的。唱一首那种，这现在你的朋友是两万多人在看啊，你就来一首两万多人，然后你别骗我喂，没有，你说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直播间里面有两万多人在看吗？哦，你给他们来，你就是猪，你就是狗，你就不是人。哦，肯定是两万多人，你就来一首，加油了，快来一首，就是我们移出的那个什么歌。就是，加油了！哦哦，寂寞寂寞。哦哦，加油了！哦，走不出这个你落下的脚，我一个人，我睡过对吧？我这个脚这么认真。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，表妹？忘词。哦不。烤鸡，把鸡肉吃了，一会儿唱哈、啊，把鸡肉吃了，这是你土气不啊？土气不。啥用啊？啥用着？那这是的。表妹。什么？表妹。啥子嘛？你能不能好好改？改。你快点砍啊！那个鸡肉还没好。我先砍柴。你先砍吗？我是下雨了，打湿了。昨天我们这里下一天一的雨了。你家谁？小卡吗？阿卡吗？你估计不是这回事哈。阿卡。来。
加油，哎、表妹！哎，你好久龙母，好久龙母勤快了，表妹。再不勤快，就真的嫁不出去了。啊！那时候可是抠嘛，就挖什么都打千万斤呀。我们昨天看到几年？啊，进去哦。哦，旁边是。我妹妹。旁边是小姨妹的妹妹，亲妹妹。同爸同妈的妹妹。哦，最小的一个。哦，今天他们两个在家，你我就过来玩了。就是他们两个跟我收了个鸡，杀了个鸡，不是杀，是掐个鸡。是掐了一个鸡，然后削的时候皮子全部掉完了，现在鸡肉也全部掉完了。他们是家是几十年了，感觉你是啊？啊，你家才几个？我是叫你表哥去砍，表哥是砍不来的，表哥是就是做着吃，就是考上大学的那个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考上大学的那个，就是现在还没有那个通知书还没来。还没有来，通知书来了。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，阿伯。好子。嗯，你怎么你可是抠门子哦？啊啊啊！小油门听，你抓抓。还没好。你吃吧，吃吧。哦，弄一下耳朵。哟，你耳朵又痒了。对。你真的干活的时候，这儿痛，屁股不痛吗？脑壳痛，脑壳不痛吗？屁股痛。真的嘞，你能不能好好的干一场活儿？你看，恭喜妹妹啊！谢谢不忘初心，谢谢他们说恭喜妹妹。但是妹妹的通知书来没有？还没来吗？还没到吗？哦。有没有重庆的？啊，我妹妹她报了一个重庆的学校。她报了重庆的吗？对，她报了一个是四川的，一个是德阳的，一个是重庆的。哦，有没有重庆、德阳、西昌的朋友？有没有？有的话，我妹妹现在通知书还没来，表妹儿就是还要几天来啊？表妹儿不清楚，还不清楚啊？哦，到时候我表妹儿去你们那里的时候，照顾一下我表妹儿。我表妹儿还小，18了个，19啊？嗯，你一直挺烦的。19吗？俺别是妈妈。你一直啊？你就可以烦了。这个福的晓得吗？你这个福是这个福。吃个饭，俺这负责妈妈。哦，我不你负责分享嘛的。我表妹19了，她那个没人要的是20多了，没人要的这个是。什么叫没人要？哦，你是没人要的。我表妹是19，到时候。嘿嘿嘿。我老家是重庆的，山水，你我不吃。吃。我不吃，你一说。吃。要拉肚子，你说。喂哦，山水，你老家是重庆的吗？以后现在还不一定，我表妹去你们重庆的时候能不能照顾一下？来重庆，圆梦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梦来重庆，他说那个朋友叫你来重庆，重庆学校多得很，他们说不给表哥吃不干活。就是不给我吃就不干活，我表妹儿。人家说的是你不干活不给你吃啊，你赶快出门里面。我不是干活的人，我不是干活。你不干活你要干嘛？你要翻天？你去砍柴马上去。重庆九萝卜可以，山水你是重庆九萝卜吗？表妹儿。他们说，这个山水是，重庆九萝卜的，你干嘛哟？今天我到我表妹家里来，我这回有可能被退档。啊？退档？对啊。怎么退档？就是没考上嘛，在后面待着再说。哦。就没考上就下牙一年呗。没考上就再，你说什么？再来一年嘛。再来一年。你应该考上了。重庆学校那么多，你说的是哪个重庆还是明学大渡口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表妹的那个通知书还没下来。表妹意思是复读一年。对，复读一年。要还要复读吗？还不一定，如果不被录取，
不被他自己喜欢的那所学校录取的话，他要复读一年。啊不嘛，抽要说来来来，你被机场接你去。他们说来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被机场。你走给，不走，就你回头我也坐什么嘞？一门啊，阿哥。走。啊，就你坐。你看他们两个吃鸡肉。你吃不吃啊？啊，你就在那顺地过过电的就忙。哎呀，我们吃不起咯，我就看你们要吃嘛，我就看你们要吃。我的两个表妹，你看干啥活咯？这是鸡肉吗？还是黑暗料理？你这是鸡肉吗？一比比比比，你看这是鸡肉吗？两个表姐。这是鸡肉吗？还是什么呀？啊，鹅毛，鹅毛都给，不给表哥说，他们两个就是不给我吃。你们看，我是来这，到他们这里来玩，他们就是不给我吃。嗯。一妹吃猪午饭了，一妹不是吃猪午饭，吃的是早晚饭，早晚做。呛！哎呦，我害怕拉肚子，他烤的，我害怕拉肚子，他不给我吃，我谢天谢地了，我还去抢着吃，我疯了。不是哟，你看他们两个口气是这样子烤的，真的人惨。哪个？斧头给表哥。老陈，你这可就嘛了？老陈，你觉得那个我的小表妹漂亮吗？表哥住镇上吗？表哥住上，表哥住镇上吗？我的，你住专门他们家？没有，我在外面玩，一没欺负。一五个啥子五一米哥，一妹你欺负米哥了吗？啊？你欺负米哥是谁呀、啊？米哥？什么米哥？他们说你欺负米哥。什么米哥？感谢来生不再错过的送出来的粉丝啥子加入台，感谢哦。感谢朋友们支持我的表妹，哦，表妹不是表妹，是表妹，我表妹。你们有没有单身的？一米哥是谁呀？感谢所有的爱心哦，还是给小一妹我表姐点点关注好不好？大家给她一个面子，点一下关注。爸爸还面子。哦，你看你没人要的，没人看你，就是看我的小表妹，哥。哦，你单身的吗？你单身的，男生不再错过单身的。我表妹还是单身的哦。你看，你们两个合适吗？哦，表哥流口水。哦，表哥没牛哈。表哥今天早上刚刚吃了两头鸡，然后他说，我说我要吃猪小猪肉，他就不给我杀，他就给我掐了个鸡，掐了这样子掐了一个鸡。我说。我想吃小猪肉，他说不行，合适吗？好，合适，马上给你安排，好不好？人生不再错过，我马上给你安排我的表妹儿，大叔，我没说你，你滚，你别开枪，小表妹儿，这个有个单身的，他说合适，你们两个，算了吧，他说还算了吧，他说算了，他还在读书。他说他不慌，哦，他还在读书。一米哥在追一妹。他说谁家？他们说一个一米哥的人追你了，谁呀？哪有？哎，你别开玩笑哦。没开玩笑，没有。你真的？别开玩笑。没有。他说没有的。没有。表哥戏挺多啊，什么戏呀、啊？哇，来小家伙，
上楼上楼，快点拉拉着姐姐，快点哦，快点，哦，快点！你有毛病着嘞？快点，快点，表姐，人家受教了不行了。啥叫这本来就是菜，不上来干啥？我四十九了，老大是阿爸，外人不再超过阿爸，那就我表妹应该不适合你哦。在什么？他们两个吃口鸡、犬鸡，我觉得像个腊肉。